예비여대신의 happy end 비스듬식비웃더칠생무늬의무지개철없이철지나철들지못해 Still. 철부지야철그런지오래멋지비발디차이토스키오늘의 Boy. 세계로맞이해마침내마침내심모네南韩天团 Big Bang 终于在2022年推出新歌 Still Life。从2017年成员相继入伍开始 TOP 爆出呼麻丑闻，申令更因为 Burning 像事件退出演艺圈， Big Bang 连连遭受打击，魁违五年才以四人组方式回归。 VIP 们一方面感到开心，另一方面也因为歌词中带有浓浓的告别气息而感到不安。네안녕하세요 Big Bang 입니다혹시그소식들으셨어요아다시한번야이씨너도너너늦게해야된다그래야지내가안생겨제가되기좋은说起 Big Bang 这个世界顶级男团，不靠刀群舞，也非完颜团，凭借 rapper vocal 强大实力，在队长 GD 主导下，成员们一同参与作词作曲，每每出歌便造就巅峰。而这一切全来自于他们对于自己的音乐自信以及追求尽善尽美的结果。但进化成天团的过程中，对这五个人来说可没有这么容易。2011年初，经过将近两年在韩国的团体空窗期， Big Bang 终于回归。没想到粉丝才开心没有多久，就迎来 Big Bang 出道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之一。사망자가발생한교통사고에연루된 Big Bang의 대성씨。5月31日凌晨一点，成员大神发生追撞车祸，摩托车骑士当场死亡。大神当时并没有酒驾，得知肇祸当场崩溃大哭，但警方推断死者可能在追撞之前早就因为撞上路灯倒卧路边而死亡。빅뱅의 멤버 G드래곤 씨가 대마초 흡연으로 기소유예 처분을 받아 충격을 주고 있습니다。十月则爆出 GD 在日本吸食大麻，他本人承认犯行，但表示纯粹是误吸。当时他在酒吧的厕所遇到粉丝，粉丝热情递烟给他，因为是粉丝，所以他并没有拒绝，吸了几口觉得怪怪的就扔了。这两件事在韩国引起舆论风暴，打击了整个团体士气，甚至有网友说要他们自杀才能平息事情。어떤말이가장가슴에지금까지도상처가되세요살인마살인마라는그단어가진짜무섭고잔인한단어라는걸그때알았어요이미예상하고있었던이미지가되어있다는거에대해서저도새삼스레놀랐고너가빅뱅의뭐악의축이다뭐이런말들있잖아요이런거그런글들을보면은거기에대해서억울하고이렇다기보다는많이충격을받아요그냥정말큰잘못을面对这一切，粉丝并没有离开，反而成为他们最坚强的后盾。在11月，用超过5800万票的票数，让他们成为史上第一个夺下 MTV 欧洲音乐大奖最佳世界艺人奖的亚洲歌手。이상은저희팬여러분들이주시는거기때문에더욱더값지고기쁜것같습니다와우 fantastic baby Oh wow it's huge it's big Big Bang!
2012年 ，BigBang 挺过风波回归，年末横扫所有颁奖典礼。他们用音乐成绩证明 ，BigBang 绝不容易跌落神坛，就连团员单飞发展，也是各个顶级偶像中的顶级。너무아프지만이제널추억이라부를게넌내친구잖아너나모르잖아나친구같은거없어度过了成员 solo 期 ，BigBang 终于在2015年合体回归，尤其这首歌更是席卷全世界。시작인것같아요아얼마든지저희는준비돼있습니다다섯명에서저는반대로앞으로어떤일들이있을지어떤일들을같이함께할지지금도아우리도뭐롤링스톤즈처럼막50 60대에서도막하고싶다마지막에저희들이재계약을한것은정말완벽하게다같은마음으로통일이되었던것같아요2016年 ，BigBang 结束10周年的热闹祭典，隔年正式迎来军白旗。Pop 作为首位入伍的成员，却在服兵役期间爆出吸毒。他被曝与女练习生韩瑞熙呼麻，还因服用过量的镇定剂昏迷送医。最后除了被踢出服役的义警队，也被检方求处10个月徒刑，缓刑2年。尽管好形象跌落谷底，在他入院以及罹患重度忧郁症公开之后，仍有许多粉丝不离不弃，在网上发起 hashtag Stay Strong Top 活动，力挺偶像。해외투자자들을상대로성접대를했다는의혹에대해서도그리고오늘저는정식으로병무청에입병연기신청을할생각입니다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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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2019年，胜利投资的 Burning Sun 夜店接连传出暴力、贩毒、性侵等丑闻，之后更爆出案外案，胜利涉及性招待、性交易、赌博、违反外汇交易法等9项罪名，并且在3月11号宣告正式退出演艺圈。最终，因为他9项罪名全认，被法官认为有悔改之心，刑期从3年减到1年6个月。VIP 们的痛可想而知，原以为只要忍过军白旗就好，没想到竟然迎来了5个人的体制瓦解。2022年，好不容易有了新歌《Still Life》，发售当日还创下韩国组合史上最高音源空降纪录。TOP 却同时投下震撼弹，宣布与 YG 解约，但对于未来合体的可能性，并没有说死。BigBang 历经各种风霜打击到今天，何时能再见黄冠海？这个答案没有人知道。但不变的是 ，BigBang 在 K-pop 历史上绝对是许多人的初心，永远无可取代的王者。